当给子皮带调整好后，下一步进行给子刀的调整。松掉给子刀螺丝，将给子刀前后移动到适当的位置，锁紧固定螺丝。接着进行给子刀的高低调节，左旋是往下，右旋是往上。调节好给子刀的标准是保证一张纸能适当前后移动，但第二张纸过不去。接着将顶子块调整好，调整好的标准是将纸张托起，防止出纸挂到窗口，保证出纸顺畅。